结合了第十六期的所有的这个狮子会的同仁们一起共同来举办这一次的捐赠活动。那我们这次捐赠的对象就是江湖中心，我们彰化区有五个地区的，就是我们二林、彰化、云林还有屏东，这些和美还有总共五个地区。江湖少女因爱分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关系到一个小的健康。我们都清楚健康平安其实是无价，但是江湖现在要养的其实非有4000多个，这些单位不一定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他们把它接起来了。那我们都这么平安，我们是一个社会都很成功的一些社会贤达人士，所以在这里我很呼吁，因为这个活动我希望将来能够延续，让更多这些贫穷的小孩，他们很无辜，其实最痛苦的是他们，因为钱是一个现实的，没有就是没有。我们今天扩大来举办这个卫生棉的捐赠，我觉得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交联有爱、马祖有情、狮子集爱、家虎少女因爱分享这个活动能够延续下去。真的要感谢我们哈、哦，这次我们的这个为家虎的这些哈、哦、护民平台来关心这些家虎少女，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一个女性话题，我们必须要健康的引导，健康的传递。中心也要致赠感谢状。我们彰工的会长哦，彰工的会长跟爱心的会长开始准备哦，我们家福要来致赠感谢状。好，这个感谢状拿着就有责任感哦，有责任感。非常好的一个女性的议题哦，由我们女性的总监跟女性的分区主席哦来引导哦，非常的健康。我们谢谢各分会的会长。谢谢啊，师兄师姐们哈，还有各分区的会长哈，主席这边哈，来到这边哈，非常努力。我们会尊重到我们彰化和美